挑战一天只吃带麻酱的食物，并且每样只吃一口，是什么体验 ？Later， 先来吃一口麻酱大宽粉，多来点麻酱，来一小口。过瘾指数99分。再来吃第二个，这个是麻酱热干面。满足指数99分。再来吃一款我最爱的麻酱面皮。满足指数100分。真香，真香，真香！哎呀，再来吃最后一款，这个是麻酱面哦。过瘾指数99分。最后再来杯清凉解暑的酸梅汤。好啦，视频就到这里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